学术界的热情邀请，不远万里到哈佛大学传经送宝。魏书记为美国朋友做了中国男人没有理由不快活的专题报告。魏书记告诉美国友人，美国人爱吃面包，但是中国人喜欢吃牛笼子牛肉粉。我们搞农业生产，就是要做最好的牛肉粉。魏书记还告诉美国人，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我们的。针对万恶的美国垄断资本妄图在中国倾销农产品的罪行，魏书记严厉警告，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如果你们再不收敛，我们就要打倒你们。我们将在美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好莱坞开办第一家常德牛肉粉馆。在场的美国友人对魏书记的自信和风趣报以热烈的掌声，并纷纷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男人湖南男人 very very 牛逼。中央军委日前准备任命我军新的空军司令员，军委根据一份绝密调查数据发现，有一个精力旺盛、头脑灵活、雷厉风行的神秘男子，去年全天候飞行达到238次，已经超过了美国前特种王牌飞行员史密斯的训练标准。这名神秘男子就是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欧阳成林同志。去年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他马不停蹄地往返全国各地销售大米，创下了破纪录的飞行记录。去年卫士生产大队红薯喜获丰收，生猪又肥又大，一头肥猪滚下河，河水要涨1尺多。大队为公社增产了粮食12亿斤，社员文化生活丰富，自创的样板戏《恰同学少年》和花鼓戏《血色湘西》在全国文艺大调研中深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喜爱。只要领导会当家，社员都是向阳花。老贫农刘向群、农技青年梁瑞平一起搞研发创新，对水稻秧苗实施了36剂中的变形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苏联农业专家表示，变形水稻是继杂交水稻之后对全球农业的一次伟大变革。妇女能顶半边天，下乡女知青王平、龙丹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斗私批修、艰苦奋斗，先后培育了新型的超级母牛和超级公牛，抢占了全国牛肉粉市场90%的市场份额。铁姑娘王平还当选为党的17大代表，在首都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马栏山的革命事业，他老人家欣然提笔作诗一首：大寨先进四方传，如今已觉不新鲜，天生一个马栏山，又领风骚100年。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是我国著名的红薯、生猪和大龄未婚社员的高产地带。广大青年社员群众响应国家的号召，走晚婚晚育的革命路线，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青年社员吴鸾抓革命促生产，个人婚事从不管。青年社员范丽、孙丽、于淑君，一颗红心为革命，冬修水利，夏插秧，不爱红装，爱武装，修炼了革命的金刚不坏之身。青年社员刘朝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逃脱了订婚的牢笼，顽强地坚守在光棍的第一线。还有陈晓东、洪涛、肖亚辉等一大批晚婚晚育的先进典型，他们狠斗私自一闪念，把青春献给了马栏山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为了表彰先进，抚慰晚婚晚育先进社员们偶尔也会苦闷和骚动的心，经县革命委员会同意，我们在这里为全公社广大晚婚晚育的社员群众举办一场象征意义的集体婚礼，希望他们尽快找到革命的伴侣，早日培养革命的红色接班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一往直前。马栏山的男人是千里马，马栏山的汤哥们顶呱呱，跟着威廉和欧亚亚，在他的同学也共花样呀，嘿嘿嘿嘿呀嘿呀嘿嘿嘿呀嘿嘿嘿嘿嘿嘿呀嘿嘿嘿嘿呀嘿。马栏山的男人是千里马，马栏山的汤哥们顶呱呱，跟着威廉和欧亚亚，在他的同学也共花样呀，嘿嘿嘿呀嘿呀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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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同学也共花样呀，嘿嘿呀嘿呀。